好，那今天大家另外关心一个议题是另外是。在情绪控管没有做好，那不过总是大家就觉得，对不对？同仁打得这么多，刚刚其实大家一直在问，就是说，我们在检查的同仁有相关的确诊，那也让我突然也很有感觉了哈。好，每一次从这疫情开始哈，说哎，胃里有问题没有啊，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巡。那刚才讲到失联的人啊，那也是警政协巡。八大行业，让这样的东西能够。稳住也是警察，口罩也是警察在抓，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，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，风险非常的高，啊，连口罩都要警察抓，对，这应该自己要做好嘛。那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对不对哈？我觉得这都是。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啊。那尤其现在警察同仁又染疫，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应该要检讨。好，谢谢。是从这疫情开始说哎，胃里有问题没有啊？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巡。那刚才讲到失联的人那也是警政协巡。八大行业让这样的东西能够稳住也是警察，口罩也是警察在做，不戴口罩也要警察。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，风险非常的高，连口罩都要警察抓，
对，这应该自己要做好。啊，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对对哈、哦，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。那尤其碰到警察同仁又不容易，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